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录长视频了，就给大家分享一枚平安扣，六位数的一个平安扣，比较大哈。那个白冰的，掉到水里就是摸不着了那种感觉，总水非常好，人家都脱手了。而且它又大又厚，这个平安扣呢，就直接拿一个黑绳挂上多好看。一镯二扣，扣子相对来说升值空间是最大的，而且呢，它不淘汰。永远不淘汰，这个也是属于一个传承系列的哈。这个是个六位数，小六以下位的，纯白的。你看多透，好漂亮，料子好细腻的，胶感非常好，完美品质的，带一点点木纳雪花棉。这个扣子现在市场上就属于比较大的了，直径呢是33.6，厚度呢是6.1，而且这个扣子的形体也非常漂亮的。啊，这个扣子我们家老客户也盯了好长时间，属于一个行家货哈，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刚刚和我们杭州的戴小姐在聊扣子，因为她想要我那小扣子，我那小扣子出了，完了我说我还有一个高品质的，她经常买翡翠，我说你看一下这枚扣子，我也很建议大家就是喜欢买翡翠的入这枚扣子，啊，性价比肯定是低于市场价，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压的货。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静待有缘人哈。翡翠真的是有缘人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什么都看好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价位又不合适；有的时候呢，价位看好了，可能东西又不对眼。所以这个东西需要缘分，需要有缘人来入。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有新货到哈。